喺疆图嘅综合新闻报道啊，喂，今日咧就疆图咧就俾人立下战书，就话要冲破系咪疆图最短时间内冲过100万嘅点击，哇，咁大言不惭嘅究竟系边个？喂，梗系我班神徒啦，系咪先？喂，即系讲紧话，嘿，今次呢一首新歌点啦，又充满夏日色彩，今次仲唔击败疆图？即系喺佢哋啲 Google 俾佢谂，咁啊亦都立下战书咧，就话要最短时间内咁样样就冲破100万，系咪？究竟系点样样咧？咁啊一阵又睇下点咯，系咪先？即系一阵9点钟系嘛发嗰个咁嘅 MV， 究竟发生咩事？咁但系就之前我哋可以睇下社交平台啲消息先啦，即系有啲串流平台睇下呢首歌系咪真系可以冲破100万，系咪先？好，开始段片之前，请大家赞好呢段片啦，同埋留个言咧，一个心心一个笑一点都得啦，同埋货金支持。嗱，咁啊，即系。有阵时呢个世界呢就真係有好多人都大言不惭，同埋都唔接受现实，同埋我依家开始真係怀疑呢呢个世界真係有平行时空㗎，你明白？而你呢个神徒呢係活在另外一个空间，另外一个平行时空，佢哋係完全係唔会理现实系点㗎，佢哋唔会理现实个状况系点㗎，佢哋只不过係一味相信自己，一味相信自己相信嘅嘢，咁就当系事实。咁但系呢种事实就系脱欧噶啦，系嘛？同呢个现实世界脱欧啊嘛。即系如果我即系叫做 humble 啲讲话啊，即系有呢个平行时空。如果我讲得 mean 啲，就话你哋即系精神分裂咁解，系嘛？喂，你哋真系好笑啊，系咪先？即系疆图都未出佢嘅新歌，你已经话阿 Anson 佬赢咗，系咪话佢咧呢一首新歌吓叫做咩啊？叫做呢个咩我都唔识讲咩 HeyHeyHeyAOK， 即系我都唔知系，我都唔知系咩歌名嚟，大佬。即系我嗱，老实讲，我都离身啦，我都听过一次，哇，真系搞唔掂咯！听完咗之后，真系想作呕，我依家都哇，真系有少少作呕作满，头晕眼花，肌肉酸痛。系咪先？即系如果咧，你哋咧翻工啊，想请病假咧，即系有啲人咧，即系我讲有啲人啊，即系觉得啊，即系要去搵医生纸啊嘛，要攞张医生纸去请病假噶嘛。咁你都要，即系如果你本身真系想叫做叫做射波系嘛，咁你都要扮下嘢。咁但系有阵时演技呢样嘢就好难讲嘅，你要磨练。但系我话俾你知，依家有一个好方法。如果你真系想攞病假，而你本身冇病，你想去扮下嘢嘅话咧，你听听呢首歌先。听完咗之后，你个人咧就哇，好似作感冒咁啊！你明白吗？即系作感冒咧，你去即刻睇医生。喂，医生都觉得你病啦，系咪先？你就算系觉得哇，医生我如果唔信你病嘅话，你即场播呢首歌俾医生听咯。系嘛？不过咧有个风险，我惊你俾个医生听之后咧，医生都病埋，冇人开医生纸俾你，咁所以咧就要小心啦，系咪先？咁啊，所以咧就嗰阵仔都即系我都觉得，我都即系算对大家好啦，系咪先？即系为咗了解呢件事件，我都特登深入苦穴啦，系咪先？即系我明知嗰度都龙潭虎穴，我都要闯入去，咁都系为咗大家啫，系咪？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嗰班仔。好啦，咁啊，立下战书啦，系咪先？即系成班神徒 MMA 系嘛，话即系气咁吹捧阿 Anson 呢首新歌可以喺短时间内冲破100万，系嘛？冲破100万，而且咧可以咧就打破疆图想当日系嘛，想当日登灭嗰个成绩。OK， 咁一阵我就同大家睇下喺暂时串流平台嗰度嘅成绩系点样样啦，系咪？究竟系咪真可以打破啦？咁样样系嘛？即系我只系想讲就系话，即系点解要咁样样做咧？系咪呢班神徒？即系你哋明唔明白依家教主系啲咩状态咧？即系我成日话啦，即系你哋活在一个平行时空，就系讲咧，喂，依家教主，喂，其实系面。对紧一个公关灾难嘅，你明白？即其实出面系超级多人，个个都喺度笑紧佢，个个都系讲紧即系咩3连霸16万嘢啊，系嘛？夹硬掹住阿姜涛三咪去巴黎啊，系咪先？跟住就喺呢个台上面同阿
Eden 啊 Jay 一齐表演嗰阵时咧，话自己病坏啊嘛，成个东亚病夫咁样样啊嘛，咁啊上台表演失准走音啊，俾我班爵士同埋阿 Jay 嗰班 fans 嘈到晕，即系种种呢啲嘢，跟住再加上佢生日嗰啲咁嘅。吹嘘嗰啲咁嘅咩咩咩咩好多神徒啊，系咪先？两岸猿声啼不尽咁啊！呢啲咁嘅样嘅言论啊，喂，其实系俾人笑紧啊！你明白？呢个系一个公关灾难嚟嘅，即系只不过系依家啲传媒系嘛？我唔知系俾面阿 Anson Low 啊，定系俾面佢嘅老板啊？系咪？系冇讲到咁解啫嘛？冇去啡佢㗎嘛。喂，如果我即係开条频道係专喺度啡 Anson Low， 哇，我日日都有得讲。係咪，但我亦都唔会嘥啲咁嘅时间。喂，你俾人笑，俾人喺度话，哎 ,Anson Low， 哇，即係做咗咁多假的，仲要唔係香港喎，你明白？仲唔係要香港笑佢喎，係咪先？直情係去到世界各地都笑緊佢喎。你怕唔系嗰个公关灾难咩？一个公关灾难系咪啊？直情可以毁灭一个人嘅演艺事业。咁但系你睇到成班神徒，喂，完全觉得系冇啊，冇嘢啊，完全系觉得喂冇事发生啦、啊，系咪先？边个有人笑啊 Anson Low 啫？系咪先？边度有人喺度话 Anson Low 唔掂啫 ？Anson Low 就系最红，依家最红就系 Anson Low。系嘛？只不过系你哋唔知道 Anson Low 有几红啫，你哋唔知道啊 Anson Low 系几咁受欢迎啫，系嘛？个个喺度抹黑 Anson Low 咁样，系啊，话到喺度抹黑 Anson Low。咁但系即系我谂，即系大家都知啊，即系有好多嘢就系讲紧，喂，什么抹黑啫？呢啲事实证明就系讲紧 Anson Low 其实有好多嘢都系做咗出嚟俾人笑。俾人恥笑啊！我同你大家讲，俾人恥笑，俾人喺度成日话佢，哇！即系喂，有啲嘢现实就系唔得就唔得噶啦，系咪先？喂，你唔好话依家呢首新歌啊，一阵同佢大讲啲资讯，包保大家即系揞住半边嘴笑，系嘛？你话对上嗰首咁嘅，嗰个咁嘅心归，系嘛？我成日讲读错心归，即系。本身首歌都已经系唔得㗎喇，已经系冇点击㗎。仲要搵阿陈慧琳一齐喺度托屎。系咪先？喂，你仲唔爆煲咩？系咪仲唔喺成个咁嘅串流平台度咪出丑？系咪先？喂，但系唔理㗎喎，神徒啊，好得意喎。佢完全当呢件事冇啊，冇啲咁嘅事啊，冇发生过喎，系咪先？冇嗰啲咁嘅丑闻发生喎，咁样啊，完全唔理啊。跟住咧呢首咁嘅歌咩咩嘿嘿嘿嘿 OK 系嘛，我唔知咩歌。跟住仲要喺嗰啲咁嘅神徒 group 啊，嗰啲 MMA group 咧就立下战书，咁咧就话咧，哎，好快就冲破100万咧呢首歌系嘛 ？YouTube 嘅 MV 啊，9:1出咧，唔使24小时已经冲过100万，将会成为。Anson Low 啊，最好嘅歌，最受欢迎嘅歌，系嘛？姜涛依家都人气下滑啦，咁样样系都系唔掂啦，系咪先？冇首歌得啦，即系咁样样讲，系嘛？即系我都唔明白佢哋谂乜，系嘛？喂，你即系，唉，即系咁大个人，有阵时我都唔知道，即系点样去开解你哋，即系其实。已经有太多证据显示系讲紧 Anson Low 个人气下滑啦，搞唔掂啦，冇人听佢啲歌。喂，睇下呢首咁嘅 Hey OK， 佢依家上到串流平台，系嘛？我谂我呢段片出片嗰阵时咧，应该已经系around 过咗6个钟定5、6个钟咁样样。咁我做呢段片嗰阵时，我就睇啦咁样样。咁啊，其实。如果嗱，我依家晏昼大约即系晏昼时间啦，咁啊上咗串流平台，喂都冇人听呢首歌嘅，系嘛？而阿姜涛嘅好得太过分，依然喺各大串流平台都系 number one， 系嘛？我都见唔到呢首咩嘿嘿 OK 呢首歌嘅
踪影，系嘛 ？OK OK， 嗱，你当然可以话，这个公仔未 update 啫，各大传媒系嘛？咁唔系噶，你睇得到噶，你睇到有一啲串流平台咧，佢有啲即时嘅叫做点歌嗰种点击咧，我个上位程度啊！你都完全见唔到 Anson 嗰首歌，咁你就明白知道，喂，点冲破100万啊？系咪先？即系我都真系好质疑呢样咁嘅说法、啊，系咪先？即系点样冲破100万咧？你根本新歌就扑直紧，系嘛？即系呢个即系扑直紧，系咪先？而嗰啲咁嘅神道 MMA 成日喺度讲话，哇好好听啊首新歌系嘛，即系一上到榜啦，哇我今日要刷100次先，我今日要刷200次先咁样，喂任你点刷系咪先？喂你估真系买电话，你话真系买电话卡咩？喂呢啲咁嘅榜，喂你真系要刷噶，我就当你识得点样刷啦。咁你都要咁嘅人手先得㗎。喂呢、這个你亦都系讲緊即系要搵人喺短时间内做呢，人哋啲串流平台会睇到系真定假㗎嘛。好啦，我退一马后步讲，哎咁我唔使咁多神图，系咪先？我买点击囉，我听囉，买啲人去听囉，系咪？喂人哋会睇得到㗎嘛。你一阵喂讲真，我喺香港上呢首歌，喺香港嘅串流平台上呢首新歌，一阵全部我啲收听率全部都嚟自马来西亚嘅。喂你估人哋串流平台唔知咩？佢有晒大数据㗎嘛，佢睇得到㗎嘛。even, 就算有啲串流平台直情将呢啲咁嘅数据分析抌出嚟俾大家睇。即係话啊呢首歌啊某个明星出嘅係咪嗱，你睇下即係有啲收听率最主要係嚟自边个地区囉。喂睇得到㗎嘛，喂唔係講緊你話係，你話幾多人聽有幾多人聽嘛？喂，你睇得到即係疆圖係嘛？我嗰種點擊全部都係嚟自香港噶，係咪先？你唔好理我啲人係唔係即係嚟自海外啦，係咪先？最主要嗰個點擊率就係嚟自香港，你睇到地區分布啊。但係 Anson 唔係喎，好搞笑。之前有個啲社交平台 Flat 啊，即係都係講緊喂。哇即係有一啲点击系嚟自马来西亚，我都已经讲过俾大家听啦，系咪先。咁就好奇怪囉，系咪你令到人哋觉得奇怪囉。有阵时有啲嘢呢做啲唔做啲，系咪你一系就喺香港你盡量收买人心啦。即係我自己同你哋讲。你盡量收买人心啦，你搵多啲人去做神徒啦，系咪先。即係譬如啦，你做神徒呢，咁呢就我有100蚊饭钱。有100蚊饭钱，就鼓励你哋咧一路食饭一路就听 Anson 嗰首歌，系嘛？即系叫做补贴啦，系咪？即系叫做安慰费啦，系咪先？因为你知嘅啦，一路食饭一路听 Anson 嗰首歌，唔系一件易事嚟噶嘛，唔系一件容易处理嘅事噶嘛，咁所以咪要补贴咯。咁你不如你还点都系啦，你不如喺香港即系成立多啲 FC 啊，即系神道 FC 啊。咁就令到即係 Anson 嗰啲点击留返喺香港，即係多啲嗰个咁嘅人气，即係你起码出到去呀都唔好咁少人啦，係咪先。因为最近即係我睇见啲 group 呢都有 share 出嚟，佢话呢即係近排呢一啲 Anson 嘅应援活动呢似乎就少咗人。亦都係反映喺將軍澳嗰度，因為依家我諗大家都知啦，即係Michael Will 係搬咗落去將軍澳電視城㗎嘛。咁所以理論上呢就有好多好多唔同嘅鏡粉呢就會多咗喺將軍澳嗰度出現啦，係咪理論上。咁亦都係嘅，咁有多姜糖呢亦都喺將軍澳嗰度活動啦開始。咁而有人就講啦，佢話啊其實呢有少见喎，少见班神徒呢喺呢个将军澳活动喎。你见唔到呢佢哋有好多嘅聚会喺嗰度。即係间唔中有一两单，但係你话一定唔够姜糖多。咁即係其实证明姜糖嘅人数系多囉。即係真实喺香港支持姜糖嘅人数系多囉。而唔系话即係
唉，成日话自己即系咁多人去支持啦，系嘛？有16万票当选啦，3年霸啦。但系你见到个气氛系唔同咯，系咪？现实个气氛又唔同，现实应门个人数又唔同，网上面啲点击又唔同，系嘛？你依家我依家咧喺度做片，一路 loop， 即系嗰啲网有啲串流平台，系嘛？究竟啊 Anson 呢首歌系咪真系可以突破100万啦？极速？系嘛？你根本預視唔到嘅，你根本就係睇到即係成個嘅方向或者取向，你根本係達唔標。所以一陣九點出 MV 咧，係冇可能可以去得到100万嘅24小時之內。我夠膽拍心口，我夠膽拍心口，係咪先？你24小時可以超過100万，你依家淨係睇啊串流平台嗰個點擊已經達唔到啦，係咪先？已經係。即依然都係好得太過分啦，係咪先？當然你話嗰啲數據未 update， 未去陳列出嚟咁樣，咁我當你係啦，係咪？我當你係啦。但係問題上就話，係咪啊？即要戰實現實咯，唔係話你話係就係有陣時啲嘢係嘛？你根本上 Anson Low 喺呢啲咁嘅層面，你都做唔到。喂！其实对上嗰几首歌已经出现啲咁嘅情况啦 ，Anson Low 系咪先？所以我之前咪同即系大家分析过啦，就话我哋要比嘅就有阵时都唔系话就同自己比，你有阵时要同期噶嘛？你睇下同期心规同好得太过分嘅差嘢系几咁大，系咪？我上次个 report 啊，我未 update 啊，上次个 report 我都讲到啦。好得太过分就是各个串流平台的榜首嘛。而心归已经即是跌出了20大了嘛，个总点击率。咁所以冇得讲啊，即是呢啲嘢即是现实就是现实。你成日讲到自己几劲咁啊，几高人气冇用的，因为呢啲只不过是讲咋嘛，系咪先？冇实质数据支持嘅，系嘛？你讲到火星都受欢迎都得噶啦，系咪先？系咪先？讲到火星人听你首歌都得噶啦，你根本都系超现实嘅。咁所以有阵时我哋即系有阵时就系咁讲啦。特别系即系原本我都系觉得，唉，都费事系费事喺度噏咁多，费事喺度噏咁多，即系即系点讲啊？费事喺度噏咁多，即系但系咧，问题上就话你哋又要立下战书啊嘛，立下战书啊嘛，咁所以就睇到，就我觉得话，哇，唔系啊嘛，你话立下战书系咪头一日有10万点击率，咁我都觉得哦，都算啦，系当你哋系，即系我谂10万就应该唔难嘅，系咪啊？当系即系 Mira 嘅成员之一咁样样，系咪一日10万？但系你话一日100万咧，一日100万咧，我又觉得系冇可能咯，系咪？而且我觉得系大言不惭，同埋即系我谂侮辱咗大家嘅智慧啦。咁所以就即系始终，我觉得喺呢啲层面都系要讲翻出嚟，即系去回应下咯。如果唔系，即系成日都系即系叫做，唉，即系叫做活在平行时空，系嘛？成日喺度讲啲假话出嚟，咁啊令到人哋觉得话，哇咁样嘅成班，即系人哋可能真系误以为成班 Mira 都系咁样嘅，但系其实都系你哋班神徒喺度搞出嚟嘅啫。所以今次呢个咁嘅百万宣。咩造势大会？我唔知佢哋喺度讲咩，我都唔记得佢哋用咩字眼。咁啊，总之讲到就系似层层咯。但系即系喺我哋咁耐以嚟应援嘅活动之中，系咪神徒嗰啲成日讲到似层层，系嘛？但系咧就冇次系真系做得到系令人哋满意，或者系现实相符嘅。咁啊，好多时都系喂，现实都唔系咁样嘅。睇现实样样嘢都系又系。又系渣到无伦嘅，系咪先？咁所以即系我谂喺呢啲层面上，就真系要再去
即係望住佢咯。如果唔係，即係呢啲咁嘅言論，如果唔知嘅人真係以為當真添啊，一陣係咪？以為恩生佬真係好紅咁樣，就係咁啦。喂，好，今次姜濤嘅綜合新聞報導就係咁多，下一節翻嚟我哋繼續。